我们2022跨向2023年年会。大家好，我是胎教工。好，大家好，我叫茄子，茄子哥。我是第一个去穿衣服的，我一看到哎这个 purple one is good， 所以呢我就穿了。Hello， 大家好，我是胡萝卜。Hello， 大家好，我是恩台哥。啊？啥？恩台？恩？这都是牌子。恩台啊？就是。恩台啊？你没看到？你看不到啊？就是恩台是吧？哦，我说这个车没打开。啊！大家好，我是粗妹。粗妹。粗妹。记对了。我是南瓜，干脆好。你冬瓜呀？菠萝。菠萝，我是菠萝。我是，鱼类动物，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竹竿，我不知道，竹竿，这个看起来咋个嘛？竹竿，竹竿，西瓜，西瓜，没有籽的西瓜妹儿，我是番茄，对，你是什么呀？我是番茄，你可以出去了。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女士们。谁？好了，没有先生们的，女士们和女士们，然后呢，和各位男士们，
男士。来，叫老婆给你撅了，现在。先生，快点上了，番茄味的先生给你撅了，番茄上，番茄头给你撅了。各位帅哥，帅哥，劲儿给你撅。帅哥们，现在我们来开始本次的第一个奖状。这一年，你的山东基因开始暗自发力。姚一晨瘦弱开始变得强壮。你是里面最小的弟弟，却有着最通透的思想。虽然你在重庆的时间并不多，但我们总是期盼着一次又一次的相聚。新的一年，祝你一定更加强壮，更加幸运，和大家一起唱更多的歌。时代峰峻年度最佳幺儿奖。姚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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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想法，每一份燃烧的热情，每一个难以平复的属于青春的夜晚。新的一年，祝你坚持自我，永远有烫蚊子嘴的 hot blood。时代峰峻年度最佳 hot blood 奖，左航。你需要上台领奖吗？这一年你冲破了重重困难，似乎每一个坎坷都在你面前都不是问题，只要你平心静气，耐心解题。喜爱很纯粹，快乐没理由，永远没烦恼。新的一年，祝你还是那个纯粹的渣渣眼，还是那个长不大的小宝。时代峰峻年度最佳孩子气奖，张泽宇，上台领奖。没想到这么脆弱。这一年，你从小鱼变成了大鱼，你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强，也更会更好的去沟通、去表达。是我，依旧还是拥有那么不可撼动的力量和无所畏惧的态度。新的一年，祝你找到自己的方向，一路驰骋。时代峰峻年度最佳 Power 奖，于雨涵。好，好，好，好。我先说获奖感言吧。在这里很感谢我的儿子张泽宇，给了我这个机会。要不是没有他，我可能根本拿不到这一本书。然后，来拍照吧。时代峰峻年度最佳梦想奖。别搬了吧。这一年你有了巨大的变化，变高了，也变得更有个性了，总是默默努力惊艳大家，总是做着更加大胆的梦。是吗？新的一年祝你成长顺顺利利，成长无忧无虑，成长快乐无比。时代峰峻年度最佳梦想奖，蒋俊豪。都戴个状元帽噻，还是没有握个手。你要说话吗？我事儿不说话。这一年你成功的转化成了开朗版。哦，我知道是谁了。开朗版。你也成功的，你收获了以前你没有想象过的美好回忆。你特别的笑声和独特的故事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有思想和思考的论点论证，为我生活增加了无限的拓展。新的一年，祝你坚持自己，坚持学习，坚持开朗。时代峰峻年度最佳开朗奖，希尔。我个事儿。我是看镜头，这是又谈成了一笔。
这一年你从懵懂到独立，从一米七起跳到一米八几，从小朋友变成大朋友。安仔啊，你变帅了，也成熟，成熟了，你变深了，也变深沉了，但你还是升级了，独一无二的。新的一年，祝你越来越英俊，再喜欢你，完成自己的一个一个小事业。时代峰峻，年度最佳成长奖，钢琴 ，Jeremy。反复的笨蛋的慢慢的吧。最佳成长奖没学会说话。这一年你努力且坚持，每一个困难都被你重就被每一个困难都被你重重的击碎，那些每一次你待过的黑暗的空间都给你带来了无限的灵感。黑暗你总是在emo之后，emo开心的时候不顾一切。新的一年，希望你继续保持帅气，保持快乐，笑口，保持积极努力 ，and yourself。时代峰峻年度最佳情绪感染力奖，朱志鑫。这一年你经历了青春期的烦恼和如同浓雾般的迷茫之情，充满思考和没有最终答案的朋友圈，带着困惑和痛苦的旋律和文字都在证明这是新的一年。祝你完成最大的心愿，祝你走出此刻的迷茫，冲向自己的未来。时代峰峻最佳可爱奖，五天。还真是可爱。我先声明一点，我不再可爱，好不好？讲实了，这一年你戏剧性的经历总是一次一次惊讶着我们，你幽默的 DNA 依旧在稳定发力，你永远有着你的特别和无可替代。新的一年希望你常回家看看，希望你的音越来越高，希望你完成一次完美的演唱。时代峰峻年度最佳无厘头奖，佟宇坤。他是冠军 Simon。这一年你努力创作，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在全新的领域里大展身手。每一个创作的 Vlog， 每一次创作的美好的旋律，都是预兆着下一次神曲的诞生。新的一年祝你越来越有感觉，越来越有多的灵感，永远对音乐保持热情。时代峰峻年度最佳热爱奖，苏西红。说你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最终大奖啊，三亚双人三天两夜。哇、啊！等一下，最终解释权归他们所有。什么？甩了。那么这是我们今年的终极大奖，也就是三亚双人三天两夜鸡酒全包，就是一个人得奖，然后你可以带一个人去旅行啊。带我们里面一个人，你们随便。你还要带啊？你们谁拿到这个奖？有我的话，肯定有你们的份啊。请大家坐。那么，底下有一个最终解释权。我们当然能考虑，有些成员万一就是我们得到此奖项的成员，他万一不是很喜欢去旅游或者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当场兑现，现金20,000元整。Oh my god！ Oh my god！
呀，哎呀，这个有点猛，哎呀，这个有点猛，2万元，这两个，2万元，这两个在干嘛？这招不住了，两个一般都拿不到，不是，你们两个要想想拿得到吗？你们俩，没事儿，我去。当场对线，对线，对个屁！中场休息五分钟，中场休息五分钟。我说最近拍摄，最近拍摄有点累了，准备中场休息五分钟。多媒体里有什么？架子鼓，空气，钢琴，御寒，红包，合成器，贝斯，压筒，气球，木板，地板，台历。摄像机、照片、眼镜、密键盘、鼓、无线口、海椒锅、吉普、气球、帽子。哎，气球说过了吧？板凳。气球说过了。气球说过了。我说的。我说的气球。这帽子都是谁？这里有什么？猴子、长颈鹿、马路、大象、犀牛、狮子、蜥蜴、矿泉水、麦。这猴子，垃圾桶。猴子你说过了、啊、舞蹈衫里有什么？镜子、灯、音箱、牙套、沙发、林霄老师、头发、螺母、黑水、人类、幽灵女子、调音台、地板、马儿、果粒橙、艾克的汽水、酷包、空气、牙套盒、柜子、御寒、裤子、美智源、海椒钩、垫子、鞋子、电池、棍子、张德宇、衣服、足球、螨虫、胖虎、腿、电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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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水果园里有什么？树莓。好啊，我压力有点大啊。录音棚里有什么？钢琴、桌子、皮的、板凳、电脑、麦克风。音箱、牙套、扫把、发现板、自信号、导航、沙发、电脑、隔音棉、安全帽、螨虫、爬虫线、鼠标、手机、头发、螺丝、海椒钩、耳机、键盘、拎子、鞋带、螺母、氧气。哎呀！完了，我天哪！黑洞的超汉，咋子？这边顶级阵容。豪客，来，我们两组取一下名字和符号，来。我们两名字。好了没 ？OK。我啥？别费力，别费力。我他妈在说什么？别费力。他一句话没说，我们等一会儿还在想，他突然说 OK。三二一，我们是 SMAP 队，我们的口号是梦魇就像一匹下山虎。我们叫小虎队，来吧，我们三二一，我们队员是暴龙派。Hello， 暴龙，上回是猎豹，那回是暴龙。上回一样的口号，上回不也是这个吗？有一个蜷缩在角落里面，他怕了。什么队友啊？不是搞逃跑吗？对，张继说去海南的梦想灭了。哇！这是比扫旗队好吗？好了，我们先来，就是两组派出一位成员来划拳。啊！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我来自，我来自。我跟他是老对手了，我知道他要走开。我知道他要出来，我就不想走开。我跟他是老对手，你老他妈对手，我知道他。你哥一个，等一下，第一个要出手，你先别着急，我跟你来。我真的知道第一个要出手吗？这就是要你来啊！输了不？输了怎么办？输了没关系，来。石头剪刀布，你看输得了吗？输得了，石头剪刀，输得了吗？我他们先来，我知道第一个他要出剪刀，他们先来，他出了石头，他出了石头。我们先来派出三名成员，好吧？哪三位成员先来？我去的话，这把跟你说，你们两个选一个出，你们两个出，你去吧。
我哥哥可能你还晓得你绝对不可能都是因为你开始了吗老哥不是这个有风最后都难免逃不过伤害那不必再重来三二一开始二你乱死你在这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是这么转的呀49哎呀再转一圈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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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下留情不要赢太多了哇打板儿你不要留情的哎这样扣分，刚才不算，全部扣。把这个，不是你先戳倒，你不要说话，不要着急。那你别急，竖着，慢点，快点，快点，快点，时间要到了。帮他们捡一捡，帮张姐捡一捡去。张姐，快点，快点，现在就起来，正好。帮张姐捡一捡，你们不帮队友忙的吗？都。这个 pass 进了40多队友，50几个。好，时间到。我这边数到的是50。人工倒计时，3、2、1，开始。你磨慌，你磨慌。我知道你着急，但你先别急。别急，别急，别急。OK， 时间长着呢，时间长着呢。三、四、约翰进了，进了，对，进了，进了，对，就这样子，对，进了。五个了，加油！就按你前几个。60个了，约翰。要试下去。使劲儿说，进了，哇，进了，用力用力。我数出来是59。3、2、1，开始。慢点，慢点。这里，这里。我在这里，放在这里，放在这里。一。不能用手哈，不是，等会儿乐乐，你找我，不是我很难移啊，要掉了，进来，让他掉吧，算还，让他掉吧，这挺不容易，哎，停，等会儿。我们敌拳了，哎，进来进来，哦，抓了，那个有点难。为什么这样子？他刚刚又裸了。换点，他们两个换不过来。我知道。不是我，我就等着这个。啊！你这样，你这样不可能投机，我跟你说。掉了。掉掉掉！为什么这样子？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我们尽量走到。
转转转。还有半分钟啊，还有半分钟。他不发，可以换人吗？不换。换人换人，转圈儿，转呀，转呀，四十圈儿换人，换人四十圈儿。换呢？好，等一下再转完三十秒到了。我们不到，他不到，我们今天早安。来，他再来了。小李，还有多少秒？哇，时间到了。喂。为你的救生点上去了，没有笔都已经为你的救生点上去了。好，我来，我来。为你的救生点。三、二、一，开始。你是会玩的。哇，我转完天昏地转。哎呀！有了。你可以。哇！那个点点不用瞄准，有了。哎，我觉得还是得走一点点。咱们只要不掉，他就不会做那个耽误时间，他就不会更晕。哎呀，好痛！这个可以，来，你扔到我嘴里，我给你叼下去。你在这儿捡渣子干啥嘛？还有时间握住手机。来个后仰。哎呀，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就飘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三、二、一，好，时间到，一共是十四个。你们队加一分，每位成员也同时获得一分。那么现在呢？我们是每位成员都可以去领取招财树上的一个红包，是张纸啊，这是藏宝砖，五十块钱，现金五十块钱，哦，对吧？就我这里，兄弟们，我就赌它是一块钱，在那个缝里面看一下，金色传说。哦，奇怪，等一下，有点旧。我这个形状，你这个金色传说的，紫色传说，紫五块钱，五毛，五角，五。你怎么抽中五十了呀？这甚至不是钱，好美，出密码这一笔啊！啊，这个应该不止十块钱，拿去当了还是能赚点，还是能赚二十，我觉得。我们看着霸王龙队羡慕的眼神，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挺好，我们可以，你又等着瞧。谁羡慕了？没有羡慕啊。好，你们两个队伍先来派出来，成员划拳决定一下。对抗不好队友，来触发宿命对决。相信我，划拳。OK，OK，OK，来了。老老老套路，说什么师傅？老套路还是石头，比胜过剪刀。You first。好了，先请我们霸王龙队选出哪位成员接受我们的化妆。今天我们的魏大爷。你来，不是我不是说我不是我不是说我来接受化妆，我的意思是我来化妆。谁先来？没有，不是。不要老师，刘老师，我们商讨一下。三二一，起开始。为什么这边吃了德芙心才华？你帮我翻一下，这是什么？效率，效率，怎么说？要对抗，对抗他！哇，他们拉着呢，对抗他！等会儿，一个。哎，没关系，眼睛，眼睛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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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他们没工具了。等会儿就谁先来？来来来来，他们没工具了，来，加油加油！你确定那边烟熏化了？这个卡起的呀！你那边右边你烟熏化了没？这边再换三火，快出了，快出了！哎呀，换火，快点，走，怎么说？够不够黑？够不够黑？够黑，好，够黑，上拖。好离谱！对抗他，对抗他，干扰一下，拉一手啊，拉一手。他那个姿势。OK。来，怎么还画了个泪痣啊？他们那边口红还没涂。哎，别拉快，还是那边经典。OK， 差不多。他们玩完了，没事。对抗御寒，对抗吧。哦，需要往里面跑过来，拉，不是他那边抓起的，他那边。你马一下海子。我缠到我手了，缠到我屁股了，没事吧？而且我也是在情欲上镜头，我也是彩虹。大家觉得鞋子这个妆非常不错的举手。老师，公平起见，各位化妆老师，这个要看好啊。赚的可要公平公正一点，公平公正，取一个可以了，取一个可以了，给点面子就可以了，给点面子就可以了，老师。现在是吴伟老师投给了茄子这一队，还有我们现在樱桃这一队，老师们觉得他们这个画的不错的，请举手。老师，算了，投了，投票。哎，有一票，老师，有一票，两票，老师，三票，老票，来，还有吗？老师，三票，三票，还有吗？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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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师，我帮你拍，老师，你是没有手举起来？老师，老孩，不要吗？求你了，老孩，理性思考，别让举起来，举起你那高贵的双手，老师，你没投票，老师你还，你给他吗？给他。目前看到投给樱桃队的一共是四票。那么本轮就是我们霸王龙队获胜。老师，这个原因，老师。耶！等一下。耶！我不理解。三二一，游戏开始。自刎，来。不用改变。我也不知道。稳着点，张总。这好像没有上对抗啊，这个。这上不了对抗，最多就这样。再远就断了。哇，我这个好完美，好可怕，好可怕。你可以吐槽我的，我可以自己抿。好像还可以。OK。你看着啥？我看着啥？啊。就还得往外面走一点点，绝对完美。好了。再操。不要别乱搞啊！看不到你，有红的很，红的很。为什么这样子？有那个，好了。干嘛？哎呀，你爽了吗？好，现在请两位。你画了的吗？啊，画了。我不知道，我就闭着眼呢。苏梅。投给草莓哥的，来，老师们，请举手。学姐投一下，学姐投一下。草莓哥，我
两票三票四票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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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四票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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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了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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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了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卡海里的漂亮的漂亮的漂亮的马上举手马上举手漂亮的卡海里的七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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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七票你们是不是在乱猜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我跟你讲老师辛苦了你信呢老师辛苦了老师辛苦了下一票继续支持我们老师们老师们老师们大家新春快乐收割是我们的新年快乐老师们新春快乐给您拜年了三二一哎别开始我罗汉一直还在试图飞吻呢眼线土地的线往那吗闻一声闻一声你过去你把它抢起来抢给他的眼睛哎呦我给他眼睛旁边走一下那个那个那个有一种就是慌乱的感觉。你再拿这个吧，拿这个。我隔了一次。睁眼看，口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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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腮红。右边红哪？红一点，红一点，红一点。这上这个，上这个，上这个。可以这样，可以。涂东西，可以。涂东西，右边，右边，右边，可以，就这样。迷一阵，迷一阵，迷一阵，给我注意到什么？真的，真的，差不多。下次再滑一点。为什么这样子？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什么这样子？好，本轮呢，给各位老师介绍一下，还是蛮贵，决胜局。好，希望我们能公平投出手中至关重要的一票。好的，那么首先老师们看准我们队友，第一位参赛的成员是我们的西瓜啊，不是这一轮我们要这边来番茄。老师看准我们哟，这像到嘴皮了一样，你们画了吗？画了，真画了，眼神不好吗？你看吧，眼影真画了，看准我们哟，老师。老赖干嘛？过了，撒个娇。够了，没说不能这样啊！理性思考。你们都不要说话了。好，你们的拉票顺序可以说。我们讲的是自然，对，跟老师平时化妆，给我们化的妆是一样的。你看他，如果大家拉低你们的水平，可以近距离观看一下。如果像他们那种夸张式的化妆，根本就不可以在台上使用。对，我们讲究的是一个人妆脸合一，是一个这种自然美，就是这种自然清净的这种田园美。就是一种清新脱俗的美丽，不是他们那种浓妆淡抹，无可比较。好的，来，请我们那个西瓜队来说一下你们的拉票。首先，参赛者自己来宣言。首先，我祝老师们新年快乐啊！毕竟新年嘛，就要有新年的样子。他们那个寡淡的是个什么东西啊？哎呀，你看，我们就是我们整个队伍都有新年的气氛，老师们。真的好。看准我们哟，各位老师们，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一起包饺子啊！大家晚上留下来一起吃包饺子吧。受不了。A few moments later， 新年快乐！新年新气象，新年万事更新。祝各位老师拿盘新鲜包饺子。理性思考，理性思考，不要再跟票了。你们都不要说，不知道谁在宣唱冷理性思考啊？理性思考，给我们思考，该我们了吧？理性思考，可以停止了吧？是该我们了吧？老师，就是理性，然后可以停止了吧？应该，理性就是一定要停止了吧？老师，该停止了。哟，新对手。切记上头，切记上头，我来。新年新气象，新对手新气象。来，苏夏，靠你了，靠你了，苏夏，对吧？石头剪刀布。不在一个 level， 何必 battle？ Shout out to you。我顺便 first 要灭掉你的 title。Yeah.
张老师去一下，对吗？我们第一个的。不大，但是多举二三，捧个人场，老师们。我要再赢服那位老师。好，四票，四票，四票。OK， 那我们就是第二轮比拼的话，那就是霸王龙队获胜。好，好，谢谢，好，好的，现在请霸王龙队来抽取红包 ，TF 家族新年周边。哇，我好想要这个的 TF 家族，我好想要这个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年产品。哇，还有英文，好洋气哦。就片子啊，迷你掌上游戏机。这是什么东西？掌上游戏机啊？好，那玩意儿。笔记本一个。笔记本啊？是苹果电脑啊？电脑啊 ？MacBook， 这个好有意义的。好有意义，平时上课记笔记，为什么过年这一天好喜庆？谢谢老师。万一来公司上课忘带笔记本了怎么办？心情大好。对啊，公司放一个笔记本给你。奇异桶，哇，这个好有意义的。哦，哦这个很好，这么好。想看你了，想看你了，出剪刀。
刚才说了，输了，我没赢过。三二一，开始。啊！刚刚和毛哥互摸了一下，冯宇坤。我需要多一点空气。当机。苏信浩，那个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张俊豪。朱子贤。啊啊啊！朱子贤。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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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泽宇，玉涵，你是哪个呀？秦昊。张泽宇吗？哪个？我擦，鼻子一起摸都摸不到。冯宇坤，张泽宇。那个，你锁航吧。秀儿吗？哎，张俊豪。Snake 是哪个哟？冯宇坤，这个吗？啥呀？怎么？玉涵，哎呀，魔动，好了，那个人也像玉涵呢。玉涵，啊！头脑风暴啊，这是。张吉。啊，鼻子呢？啊。公仔。张泽宇，玉涵，
你好。你好，不认识，不认识。等等，我猜猜后面这两个，佟坤、朱志鑫。人生滑铁卢，强！人生滑铁卢，太强了，全对！人生滑铁卢，全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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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啊，对你全对，我要自信了，我俩就能猜出来，好离谱啊，他这个，他全对，这可真的对，对，真的，我真的不理解，要不相关的不想不要提上了，我全赢了，不是这个为什么能对呀、啊？他就这样猜出来了，对呀、啊，比我都最喜欢的摸的嘛，你看他这个好离谱啊，是不是有套？你那个眼睛戴 X 光了、那个？等一下，我觉得有时间是吗？我那几个人就摸了一下就直接走了。你们都没留，你问他们，真的、啊？那我猜对了呀！猜对了呀！我这样两下你就把我弄成神师，就在我两下，是我们两个是同居的室友，是是、啊。这个你不带一个我，我跟你很纯纯，真的。其实我是你的孪生兄弟，你还没发现吗？你还没发现吗？你还没发现吗？我真全对了。这个一会儿再说呀，我都排你心中第三了，我们控制不住了，这个位置真是三，咱俩就带了一个吧，带我呀，是，我在你心中第三了，这个带我呀，没办法，这个爱我，真的，其实我也，其实我也心疼的，其实你看我们两个怎么像我，我也心疼。这是张泽宇，佟玉坤，不是这个跟上一个有，你们是不是有区别？恩仔吗？那么再摸一下毛哥，那个于雨涵。张吉，苏云浩，这怎么又有点像毛鬼？苏云浩，还剩谁？陈天润，陈天润。哎呦我天，这是个小鼻子。穆志成吗？哎，头呢？哇塞，这个鼻梁好大，我从来……哇，我真的没见过这么大的，这么大！你放松点，兄弟。这个是谁呀？张子宇，头呢？哎，
哥。这个最顶层有点假。嗯？御寒吗？毛哥，哇，这个猜不出来啊，这个。哇塞！葛航，张吉。鼻子呢？朱日新，这个表情这么狰狞，这么皮，这么调皮。妈，我怎么没有摸到于雨涵呢？我怎么？这个声音有点尖，因为不是于雨涵。哦哦，这是于雨涵，哦，这是于雨涵。哎，不对，哎，哎，我，啊，哇，陈天润吗？陈天润，听说，是不是有个包？朱心儿。我去在你鼻子眼儿钻，走哈。我去在你鼻子上有灯。佟玉坤。我在听他呼吸声，张德宇。不能摸脸。苏新浩。啊？这是不是我没摸过的人呢？放松。木子辰，怎么感觉这个也像恩仔呀？恩仔，张俊豪。张琪，这鼻子保证吗？OK， 朱志鑫在左边。这个木子辰，OK， 佟玉坤，他鼻子上有个的。哎，糟了，这鼻子上也有个的。这个才是佟玉坤的。张吉吗？这个才是恩仔。张德宇，为什么这样子？啥？嗯？哦，这儿还有一个，这个是苏新浩。朱心儿。
咦，这个雨涵吧。会不会有个人摸到兄弟了？兄弟，我坐在哪？十一个，一样。张泽宇反正已经看透了。准备不要练手了。着了，第一个就有点抽象。完了，刚没摸过。微信号。哎，算了，微信号吧。没分。我懂。四十。厉害。很窄，张泽宇，这是张泽宇，刚那个不是。这是缓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多好！是不是没了？我就是摸骨大师，这绝对是毛骨。这鼻子有点大，就单就好了。是谁这么淘气呀、啊？这是玉涵、啊，这是谁呀、啊？这个是朱日新吗 ？OK， 这是朱日新，还有谁、啊？张杰、陈天任、莫子成。这真的摸不出来了。左航、张吉、莫日成、陈天润。OK， 这是张吉。这怎么这么软啊？这左航。OK。还有谁？陈天润和莫日成。这陈天润。这个是左航啊，哦，这个应该是左航。还有谁在说？还有莫子成在说了，那你是莫子成的声音吗？我就猜莫子成。OK， 全对。恭喜你和陈天润进入决赛圈，全对。这怎么认出来的呀？这是玉涵。张泽宇。张吉。
朱志鑫。张俊豪吧。张杰。第二个朱志鑫。第三个朱志鑫。朱志鑫。不是还有人吗？张吉啊，第几？还有几个啊？陈俊豪，我没有摸到陈俊润啊，没了。朱志鑫，是的。你怎么去那儿了呀？打破舒适圈，你在摸谁呀？你摸了谁呀？你刚开始在那摸我，吓人，你不知道？我先搞了那第四个专辑，第三个主持。MS VIP 队综合总分现在是最高的，这一队的成员现在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再抽一下红包。也有你的，这个都是我也又是十块钱，有点空旷。2012年的一块钱，2012年的第一块钱，对呀，刚中。2018年的一块钱。哇塞，你那个有两个哟，怕是。哇哇，你那个是40个，两个钢镚儿。恭喜我们最后小鱼以最高分获得我们本场的那个年终大奖。来，现在请我们老师把我们的奖颁给于雨涵。我其实有两个人选，因为我想去海边打篮球。那个沙滩上你打篮球，那就两个人选吧，你就两个都去。比如说啊，你说你是想要带一个成员去，但是呢你们还要有成年人，成年人就是出的所有的这些费用是跟我们没关系的。他的意思就是不能只你两个小孩去。哦，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再带个家长，你带一个人去，然后那个成年人的钱要你出。这边建议两万的钱。未成年不能那个，你永远要明白这行字的魅力。主要是什么？因为你们未成年都没有办法入住酒店。我还差一年，差一年。哎呦，我早出生一年，我得，你都，我都免费，我早出生一年。就对了吧，子楠。好的 ，OK， 到时候我们直接给小鱼哦进行我们年终大奖的兑现 ，OK 好吗？祝大家新春快乐 ！Dance，Dance。我的比你闪亮，我的面子比你大，你拿什么玩？我觉得更。加嘞，那个是加嘞，我帮你拿了。
这个变异了，这个。哎呀，这个狗年还能接着用，这个狗年还可以接着用。狗年还是他，帅。来一个从底下钻上来，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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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